这个打抛猪根本就不是真的打抛猪。最近喜欢那个五九一的买房研究社。是主持人龙龙。2020除了疫情之外呢 ，YouTuber 界也有很多的改变。你知道现在高中生都在看哪些 YouTuber 吗？又有什么内容是他们喜欢的呢？2020新版 YouTuber 大调查，让我们来听听高中生怎么说吧。反正我很闲。嗯。还有，哈哈台。我最近在看这群人。我要看蔡桃贵。蔡桃贵。我比较喜欢的 YouTuber 可能是九面版，最近有看的是黄氏兄弟、老高，有在看，可是都不是看 YouTuber， 就是看一些，就是游戏王的战术影片。很厉害耶！你最贵的一张卡是哪一张卡？水晶机巧继承波仙。平常看猫，看在日本的生活啊、生活分享。我会看小吴，就是正喜王妹。我要看一只阿远哦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会拍那种很韩系穿搭。唐奇阳官方专属频道 ，Hook 啊 Hook， 早安午安晚安那个。我都看自奇奇奇，然后还有关键评论。我比较常看一些开箱或是比较正的 YouTuber。我你样样有吗？有奎丁有，哎呀，美丽旺娜，好看吗？都看，好看吗？我蛮喜欢乔瑟夫的。因为他感觉蛮好笑的。好，那假如今天角色不在的话，你要对他说什么？我喜欢你了，不要，我比较喜欢伯恩，对不起。像我很喜欢最近喜欢那个五九一的买房研究社，他会去开箱房子，就开箱建案，而且我对桃园的豪宅的有蛮深的研究嘛。哎呦，说来听听，就是桃园的豪宅聚集地大概分成。中武特区、金国特区跟中正英文特区，小会计特区现在蛮红的。对啊，有没有想要来买？都会订阅吗？喜欢的当然会订阅，可是小铃铛的话不会开，因为它会一直跳讯息频繁。他们这些创作者也有他辛苦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稍微鼓励他们，就是一句话可能虽然不怎么起眼，可是在他们那边感受起来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感人。讲完，你讲完。要哭了哦，有的时候会，就是他在上面讲一个梗，然后我在下面再想一个梗回答。很认真耶。像那种我真的不喜欢，我也不会去刻意留言，真的烂，我不会这样讲。但你会按那个 dislike 吗？有时候会。我自己是完全不会留言，就我觉得，因为我曾经去试过去点一个留言，然后看他可以追踪那个留言到什么程度，然后发现还蛮深的，所以我就完全不会去留我的足迹。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 YouTuber 是你以前有在追，但现在觉得还好的？这群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感觉那梗都用过很多次，放火那些，为什么？可能我因为。上了高二之后，那个有稍微思想的改变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他们影片，会突然觉得有点幼稚。放火，那一群，就在一起，那一群，那一群，正喜王美小吴。之前的主题我比较喜欢。我在国中的时候会看圣洁史，但是因为后来有点看腻了，就是一开始订阅就基本上就会继续追下去，就是不看。会取消艾丽莎莎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什么原因吗？比较不需要用到了吧。之前喜欢看那个 TGOP 这群人嘛，后来我就，后来就突然就没有看了。我觉得他们东西太越来越商业化。先打马赛，我帮你打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没有在看阿神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好像越来越无聊吧。那个解散的一个蛮好笑的。男生的一个频道，可能就没有那个聚在一起的那种更好笑的感觉。以前蛮喜欢看那个九面的，但是发现他那个影片的就是里面的内容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，所以其实也比较少看。我很喜欢看那种巧克力啊、阿神啊、武秋风啊，我现在都还有在继续订阅他们，可是我现在都没有在看了，因为现在回去就是觉得，天哪，这怎么那么无聊？没有想过要当 YouTuber 吗？或是拍影片？就看到那种正面的，我就想说。我一定要也要成为那种就跟着影响其他人，喜欢安慰人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获得那种成就感。看弟妹影片就觉得哇，这样拍影片好像很好玩，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暖男哥哥在旁边帮你。但是后来想到就是我没有暖男哥哥。对，有，有。但是很快就梦想幻灭，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。然后每天回家晚上在洗澡的时候，我都会对着浴室的镜里面说：“Hello， 大家好。”你觉得他如果要当 YouTuber 的
的话，要向谁看齐，走他的路线？我想想，想想，就是对。这个打抛猪根本就不是真的打抛猪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打抛猪要有那个泰国的打抛叶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